现在是上海夜晚8:30。俗话说，北有街坊，南有弄堂。夜晚，弄堂里的寂静与街上的喧嚣显得格格不入，但又怎么恰到好处的构成了上海独有的特色。在这高速运转的城市里，我们难以停歇地生活着，偶尔停下脚步，我们就如喧嚣城市里的弄堂，安静的，沉默的，默默地在岁月里跋涉，紧紧地跟着时代的步伐。历史与现代，东方与西方的融合，这就是在上海的我们，走向明天，走向未来。